悄然无息，产生在夏末寂寞。没有人了。哎呀，我失败，了，失败，整。本来我进来我说没有人，然后我说这个垫子怎么会立在上面，你知道吗？整蛊失败。我刚进来一直紧张，我一看到你在，我瞬间就不紧张了。哦，可太好了。你的代号是什么？我叫卖抱怨小刚。是不是很无厘头？你猜我叫什么？你永远猜不到。猛汉。不是。猛男。比猛汉还要猛一点。铁汉。小可爱。你要不要脸？我叫小可爱。悠悠，把你安排来就是嘲笑我的，是吗？哇，我都要当叔叔了，太可怕了，是吧？